欢迎乡亲，带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哦，来看原本只是国小老师的文书工作者杨玉如，欢乐传统技艺渐渐消失。八年前开始，是用文字以及影像记录中华县内二十位，包括这个歌戏、点米红啊等传统技艺达人加产业，搁自费出版《百工技艺素人》这本新册，希望替因留下珍贵的记录。记录家母亲的制作过程，也叫捏面人，甚至是传统的歌戏班。在你中华有一群戆人，咧做迄个戆工课，啊，一世人拢要做迄个传统的技艺。为着记录这群传统工艺达人，原本是国小老师吴玉如，八年前开始用影像甲文字替这群工艺师留下工作记录。吴玉如讲，更唔少有的行业的老技师拢要渐渐失传了。因为我本来就对传统技艺的部分很喜欢呐、啊，那我喜欢手做的温度，它手做的感觉，还有喜欢老老旧旧的感觉。像我以后也是会变成老东西，会有老味道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才可以永久流传的。有如讲，其实百工技艺素人只是第一集，未来搁将要继续替咱中华县内的工艺达人做记录，希望用上单纯的方式享受百工技艺在地生活，介绍技艺各领域的达人。大中华新闻，张世良，中华采访报道。